出名贪玩的哈利王子又闯祸了。美国名人八卦网站 TMZ.com 刊登了两张英国哈利王子和一名女子全裸参加派对的照片。根据 TMZ 网站报道，哈利王子上个礼拜五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度假的时候，他在自己的酒店套房宴请朋友。有人偷偷地将派对的过程拍了下来。英国皇室发表声明指，照片并非伪造，但是不予置评。虽然英国的民众普遍觉得哈利的行为不成熟，但是见怪不怪。现年27岁的哈利王子是英国王位的第三位继承人，已经不是第一次闯祸。在2005年，哈利曾经身穿纳粹制服去参加一场化妆舞会，照片被传媒刊登在头版，事后他都有因为感而公开道歉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李永如报道。